你不如我做，我爱你先。你两起我。你厉害哦！都是 gay 的。B 豆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们是娱乐关键字。大家好，我是冯田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安。大家好，我是晨。大家好，我是宇宙。你要干嘛呢？你要干嘛呢？我要干嘛？你要演戏。耶，天子娇女。天子娇女。天子娇女。天子娇女的经典桥段。觉得各自的台词怎么样？啊，不耐，不行，不行。我也不行。我还行啊，我就是照本宣科，不要对我太多的期望。大家有看过《天之骄》吗？当然有，喜力好喽，喜力好喽，喜力好喽，我的老朋友，喜力好喽，真的经典呢。片段有的嘛？对，片段。对，我觉得那个很好笑。喜力好喽。有，我看到，我笑死。宇宙有在里面有演几集这样。我那也栽啦，演几集够也要十次。你安尼讲，我听了会喘，会起鸡皮疙瘩。心在的话，不想明白。梁靖昌喜欢的人是男人，除老婆都是 gay 的 ，gay 的。Baby, I'm right. I'm right. 你有没共享？我哪有我白讲？我心地里的爸，反正几十年的爱人是谁帮我们宰啊？我宰啊！这个爱就标，你这些人相亲为爱的，这个人就是小弟。习惯。几岁来的？这个人个家境兄弟，就是我爸。萧天磊。哇，你是不敢欺负梁平轩，就是讲啊，都是一家人啊，一家人，你不怀我讲新人的婚姻，我不怀你家里父女两个感情，既然这样，对啊。什么？太难了吧！不错了。至少他夹杂的是中文，就是夹杂是国语，他没有夹杂日文。对，太难了，完全不知道要怎么念。哎，听一次可以反应成这样，已经算不错了。已经很厉害了。对啊，你看看你左边那个。真的抱歉。台湾人。输了。妈，
你困不起来，怎么了？困不起来。那我，那我是老北京，不愿昂山，昂山，起来，赶紧困起来。这到底是什么款的报应？今妈，我今天没有乱做。什么代志是我不知影的，妈，你跟我讲好不好？你做这个，你让我知，不要安尼一刀一刀甲我，一刀一刀甲我了。我就是听了，我真是没看到。Yuki，你先不要那么激动啊，现在不是跟妈说这些话的时候。今宵一起干妈，你敢让我直接救昏你耶？我直接去，我救昏你，我救昏你妈，你莫搞今宵好不？你到底没有按住了吗？这前面戏太重了，好辛苦，好累，我们还是回去拍小剧场吧。好累，好难哦，好难哦。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李布，李布。